Hello， 天王 Jason， 好啦，我哋今日嚟玩呢个游戏咧，系魔法士与黑猫维兹嗰个系咪兹嘢嘅？咁呢个游戏咧，其实咧我好耐之前咧有玩过呢个日文版啦，但系我发觉原来咧，佢近排就出咗呢个中文版。咁呢个中文版咧系港澳台三地都适用嘅一个问题咧，佢里边嗰啲系咁，因为大家见到上面咧系写咗呢个问答 RPG。咁佢呢個遊戲呢其實都係抽卡過版嗰啲啦，咁但係佢就唔係轉珠唔係彈珠，佢係答問題。咁呢個其實係我個人嚟講幾鍾意嘅一個方式，因為佢就係寫到明就係話知識就係力量，你嘅知識就係答唔答得啱啲問題，你答得啱啲問題呢先至可以攻擊咁樣啦。咁啊，其實我都玩咗一晚啦，叫做咁佢呢個遊戲咧，佢而家啱啱上架咧，呢個中文版，咁佢係有個叫咩《屠梁傳》新春土鬼大進擊，咁其實我已經玩咗呢一個嘅初級中級啦，我玩咗啦。咁上級我唔知道會唔會過得到啦，咁我可以嘗試一下。如果過唔到咧，咁就可能係因為答唔啱啲問題啦，或者可能係我手上面嘅卡咧唔夠犀利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試一試去玩呢一個嘅上級啊。咁我揀個同伴先，柏豪，周柏豪。好啦，我哋進行挑戰啦。咁我嗰個隊伍咧，其實都唔算太勁。咁兩個火屬性，兩個電屬性嗰啲好似係，同埋一個水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第一隻呢只咧係豪鬼嚟，我睇唔到添，算啦。進行挑戰。《屠梁傳》上級驗取的強襲啊！請將下列紙箱規格由大至小排列。最大是咩啊？写系 B 大啲定 A 大啲嘅？A 六 B 六 A 五 B 五得唔得？我话死啊！呢啲问题就系唔识咯，常识问题，即系呢纸张大细。A 六唔系好大张嘅，不过 B 系几大我真系唔知道。啊，火属性嘅敌人，我哋动漫和游戏啊，我哋得。第一题。美国漫画《惊奇四超人》关于故事中的四位主角的特征与形象，请问以下何者叙述不正确？他们是一男三女的组合，唔系，因为是三男一女。这个是 Fantastic Four 啊，神奇四侠啊，香港是译做《惊奇四超人》，我谂应该是台湾译名嚟。我哋继续答动漫和游戏的问题啦。第二题。动漫哆啦 A 梦中，哆啦 A 梦一发生什么时没有耳朵？被老鼠咬坏，本来就冇，被胖虎弄坏，被老鼠咬烂嘅系。咁大家见到啲问题咧，其实新嘅又会有啦，旧嘅又会有啦。哇，咁劲喂！喂，柏豪前来援助了，柏豪死啊！佢哋啲攻击力好高喎、啊。我好想用水属性，但我用水属性攻击嘅话咧，我净系得一只咧。哎，唔系我两只围咗有，咁啊，体育问题啊。第三题，下列哪个运动中会使用到假杆器？咩叫假杆器啊？系咪即系督波嘅时候佢嗰、那个嗰支延长啊？即系撞球啦，即系嘛？哦，系啦，我想问佢讲紧乜嘢喺度？假杆器 ，OK， 演艺嘅问题。美国电影六巨人浩克中。Bruce Banner 是受到什么光线辐射？Gamma Ray 伽马射线，系啦，Gamma Ray。死啊，上级有啲难打，啲敌人攻击力好高啦，因为我答啱问题都好都好难对佢哋做到大伤害。哇，下一场嘅战斗，哇，好劲咁啲敌人好似，我哋答咩问题好呢？水啦，动漫和游戏嘅问题。日本动画《樱桃小丸子》里面有一位角色的特征是整个家族说话都大过噗，请问他的名字是什么？亚妈呢应该是山根，是不是山根呢？哎，猪太郎，哎呀，死啦！答错问题啊，我冇睇《樱桃小丸子》啊，因为演艺问题啊。美国电影《发胶明星梦》中，肥女孩崔西的梦想是成为下列何者大明星？呢套戏系有阿 John Travolta 做的，哇！啲攻击力使唔使高到咁？我死晒啦！嗰阵嚟，文科嘅问题咧，试下过唔到啊！上级真系
夏利何者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，史称西方三圣贤之一，柏拉图啩，应该系啦，柏拉图，大家唔知有冇听过柏拉图式恋爱啊？系生活常识，我死晒咯，嗰班友仔，算啦，生活常识题。许多餐厅会提供客人湿毛巾，请问这是提供客人擦拭什么用的？手啊，唔该，抹嘴啊，俾人攞嚟抹手啊，抹嘴咁样攞嚟而家。餐厅毛巾系一定唔会攞嚟抹嘴嘅，餐厅毛巾好污糟嘅，因为其实唔会攞嚟抹嘴。好啦，我哋答呢个生活常识题，两个一齐攻击我哋。台湾在还没有引起日本米之前，吃的是在来米，又叫什么米？蓬莱米。再来米即系咩啊？台梗米啊，譬如就咩字啊？咩米啊？我唔系台湾人，我唔晓啊！喂，好痛啊！好痛啊！生活常识题啊，继续嚟。在下列哪一个国家欧元并不是其通用货币之一？美国咯，美国美金噶嘛？哎，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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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得翻豪鬼一只，豪鬼嗰个招式系咩啊？两回合攻击自己不用啦，哦，演艺问题，我哋过唔到上级啊，太弱鸡啊！我哋啲卡，奥斯卡金像奖是下列哪个国家的奖项？美国、泰国都有得俾你拣，哇，唔得，我啲卡唔够打唔到上级啊，唔用水晶啊，我冇货金啊，确定，啲卡牌唔够劲嘅，点算呢？我哋尝试下打上级嚟咁样嘅话，因为如果唔系咧，我咁样拍片，但又过唔到版，好衰啊！哎呀，我哋唔够体力、啊，我哋要等四分几钟、啊。虽然中级我都过得有啲问水，有冇第二啲关卡玩啊？真尼佛的冒险啊，试下玩。真尼佛的冒险，我哋玩初级啊，因为未玩过呢一版，我哋好，就系揾阿柏豪先。阿柏豪嗰张 S 卡嚟，我都冇，我最劲嗰张都系 A 嘅。沿着这条路前进，应该有问题答喎。将接力赛跑做咩啫？第一棒、第二棒，由快到慢，做咩？第三棒、最后一棒，咩叫快到慢啊？吓？咩叫快到慢啫？唔系一二三四咁去嘅咩？唔晓。好啦，我哋答一答呢一个嘅理科嘅问题。垂直发展非常旺盛，底部非常黑暗，顶部像山岳或高塔，这是哪一种云的特征？做咩有两个卷积云嘅喂？高积云咯，佢话高嘛，咪高咯。积雨云啊，呢啲边度系常识问题嚟噶？啊，唔系理科问题，我先好听。好，答一次理科问题先。100g 的水与200g 的水吸收相同热量后，温度上升的比例应如何？2:1啦，系咯，2:1咯，啱啱好啫嘛，即系100g 同200g， 咁咪大一倍咯。呢个又比较上简单。好啦，我哋答多次，剩得理科俾我拣嘅喂，我理科唔系好掂嘅啫。生物学中下列哪种生物是以梗食木材为生，头部腹部连在一起？白蚁系啦，呢、這个白蚁系食木噶嘛，咁所以好多人屋企咧，啲木啊家私啊有问题咧，通常都系白蚁啊嘛，咁呢个系常识问题，都唔系理科，点都唔系。OK， 下一个战斗，以为呢两只怪系咪打死佢哋有金针？做乜净得理科问题嘅喂？玩我而家系咪？好，第一题，中生代的地球生气蓬勃，许多生物大量繁衍。陆地上最具代表性的大型生物为何？中世代，咩叫中世代啊？咪当恐龙啦嘛，咪当中世代即系几时？佢又唔系讲紧侏罗纪、白垩纪、三叶纪咁样，唔系讲紧，真系都系理科问题嚟啫。呢个系咪理科关嚟？呢、這个系咪？第二题，生物学中下列哪个选项的生物在寒冷的冬天会泡温泉来取暖？日本猕猴。日本的猕猴呢，
大家如果有睇个相咧，佢哋系会冬天嘅时候浸落啲温泉度咧，即系个头上面啲毛咧黐住晒啲雪啊成咁，但系浸落啲温泉度。呢个系好多机会会睇相啊，关于日本啲温泉嗰啲宣传嘅相片咧会见到。真系得理科问题喎，咁啊继续火攻击啊我哋。第一题，酒是人类历史中重要的饮料，请问酒的成分是下列何种化学成分？越醇越酸，是不是越醇啊？真系啊，点解我会拣越醇呢？因为有一种嘢饮咧，叫做唔知咩乜乜醇咁样嘅，乜乜醇，我唔记得咩牌子，乜乜醇，咁所以我拣越醇咧，应该系其他啲唔知咩嚟嘅。好啦，我哋继续嚟呢个理科嘅攻击。以下何种动物具有配合环境改变体色的能力？花豹、斑马、猫熊、变色，咁写埋变色出嚟俾人睇，唔搞错。不过傻嘅都只系蜥蜴啦，点会系熊猫啊？即系猫熊啊，佢写，点会系嗰啲啊？好，我哋嚟个水属性攻击。第三题，天文学中下列何者是位于太阳系中心的最大行星？太阳系行星，太阳咯，咩意思？其他嗰三粒咩星嚟啊？除咗太阳之外，系并无选择嘅呢一个。我哋连续答对咗7题啦，已经点算先？咁犀利点解？好啦，应该系打皇冠啦。初级寻找皇家之墓。噔噔噔噔噔噔。OK， 呢个系我弹初级啊？系咪？咦，我系咪打死佢之后可以攞佢？但系 C 嚟咗佢。我哋先出技能削弱下佢先，真系好弱，真系好弱，削得个少少啫。佢系咩属性啊？呢一只系火属性嘅，我哋用水嚟打佢啦。理科第一题，太阳、地球和月亮成同一直线，会产生何种天文现象？月食和日食系啦。咁啊，因为太阳、月亮成一直线嘅时候。如果月亮是在太阳和地球中间就变月食，如果调转就变日食，是吗？好像不是吧，是但是好了，我们哇他很强横，我要他只是攻击我先，两回合中间蹦蹦，他只是打豪鬼现在。好，理科的攻击不 是火属性的攻击，全部都是理科的。在数学中下列何者不是长度单位？是公斤呢？比较上简单的问题，这个哇它一点都不痛啊。继续理科的问题，继续用这个火属性攻击。人体医学中女性月经期间所排出之组织剥落碎片与血液来自何处？来自这个子宫的内膜。 Yeah，喂，全体攻击嚟嘅喂，我要你净系打豪鬼一只，你俾全体攻击我，太过分了吧？生物学中下列何种动物在现今动物园看不到？长毛象、北极长毛象，咁而家梗系睇唔到啦。但系近排咧，啲科学家发现咗一只好完整嘅长毛象 B B， 咁佢哋抽咗啲 D N A 出嚟咧，佢哋喺度研究紧有冇可能用呢一个动物嘅复制技术咧，可以整到只长毛象出嚟。但就算佢整咗出嚟，都唔一定系长毛象，可能变怪物咁样。人体医学中下列哪一个选项会与红血球中红血素结合，降低大氧功能？一氧化碳啩 ？Yeah， 连中十二条。呢个系常识。哈，耗前来换错了。OK， 火属性啊嘛，我哋用多咗阿柏豪喺度，我哋有两个水属性攻击。除了章鱼会喷出黑色的物质来躲避危险外，下列哪种生物又会用此种方式逃生？乌贼喷物质噶嘛？但其实我到而家都仲系唔系好分到咧，究竟章鱼啊，不过章鱼系个头系圆嘅，乌贼就系个头系尖嗰啲咧，有个尖嘴喺头顶嗰啲咧，应该系。好啦，继续水属性嘅攻击。第七条，植物学中下列哪种植物具有浓烈芳香气味？端午节会用来悬挂做大门以避邪。死咯喂！端午节有挂花嘅咩？香茅，香茅啊！艾草，
嗱，呢啲就唔熟悉自己嗰啲节日嗰啲咪就系濑嘢啦，系咪？好啦，理科嘅问题继续，火同电嘅攻击。深海河中海豹多数啲时间在海洋里生活，以哪个区域沿岸数量最多？南极。嘣啾嘣啾，差少少咋，自己包佢啊！出多一下啦，你再受多下攻击，你死嘅啦，因为而家唔用，我冇机会用啊！我呢一只嗰个攻击系咩？系、啊、我呢一只怪嗰个灵光一闪咧，好似系减一个答案选择。好，水属性攻击，答中呢个赢。巴西流浪蜘蛛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蜘蛛，因喜欢躲藏在香蕉树里，又被称为香蕉蜘蛛咯，躲藏在香蕉树里边啊嘛。个答案已经喺个问题里边啦，已经。Yes， 跌卡仲要，但系佢系 C 嘅卡嚟嘅啫，唔系好劲啊。珍妮翻啲冒险初级寻找皇家之墓过关，系啦，跌咗张两张卡片，跌咗个骷髅骨，完成一次，唔要追随咧。我哋有收到呢个礼物，完成一次应该系收钱啦。A 级卡我攞张，哇，原来首次完成可以即刻攞到卡噶，咁好嘅。等我编辑下个队伍先，头先攞翻嚟呢张卡系呢一个嘅。揭色的佩特拉几靓喎，画得等等先，佢嘅能力系咩？回复雷属性队友微量 HP， 将问题类型化为雷属性，咦 OK 喎。我哋睇下嗰个 course 先，我哋摆唔摆到落去咧？呢条友真系好渣，成日都死，我哋试下摆呢个落去。哎呀，过咗两点，过咗两点添。啊，唯有继续用住佢先啦，因为我哋嗰个 cost 唔够。但系如果我掉咗呢只，跟住我掉呢只上去咧，啲 cost 太大啊！我啲怪，救命！冇办法，我暂时用翻住佢先啦。我原本系摆边只落去噶，我原本好似系摆呢只噶，系咪咧？好似系哦。睇下头先我用开只豪鬼啦，就系呢只大鬼豪鬼。使敌方集中攻击自己两回合。咁我暂时我升 level 咧都系升呢一只，我仲争七个 level 升爆，我可以进化喎就嚟。但系个问题系我冇其他嗰啲进化道具。呢个游戏嘅进化道具系用呢一本嘢嘅，model 书系啦 ，model 书系用嚟升 level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哋咧嚟紧应该都会再继续玩呢个游戏，因为我真系好中意答问题。即系细个时候最中意咧，系睇嗰啲咩小学生常识问答比赛嗰啲咧，我成日都睇。好咁，今日咧我哋试玩呢个游戏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都有玩嘅话咧，咁啊可以尝试下加我做朋友，或者可以追随我，应该可以喺游戏里面。我个 ID 喺边度啊 ？Where's my ID？ Where's my ID？ 我有追随者名单，我有四个人追随紧我。啊，我有个邀请码喺度。系啦，咁如果大家咧有玩呢个游戏嘅话咧，或者想玩呢个游戏，游戏其实而家可以喺香港嘅 iOS 嗰个 iTunes Store download 到，咁有个邀请码喺度，就系呢个 RVRFA629。系啦，如果大家 download 嘅时候咧，咁啊记得咧就帮我手就入呢个邀请码。系啦，我的邀请码系啦。哇，邀请朋友可以攞到魔法石，我可以，咁快啲大家帮下手啦，记得打呢个邀请码落去啊。RVRFA629 OK， 咁啊，大家 download 呢个游戏嚟玩咧，咁啊，睇下大家答问题答成点啊！我的能力数值而家我系全能咁滞，除咗文科系比较渣啲之外，咁啊，我第一位攞过一次，第二位攞过一次，咁呢个系全国争霸赛成绩啊，嗰个系，咁啊，全国争霸赛就系呢度下边呢一个咧，全国争霸赛系同其他人斗高分嘅呢个系，咁啊，下次有机会可以翻嚟玩啦，因为冇乜体力而家，等翻四点我得翻。好啦，咁今日呢条片咧，我哋先暂时到此为止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个游戏系列嘅话咧，咁啊记得揿个 like 啦。我哋应该会耐唔耐都翻嚟答下问题嘅。OK， 咁好啦，我哋下条片翻嚟再继续，系咁先，拜拜。